吃的。招牌是什么？啊，翅膀。啊，空肉。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。那、啊、个。啊，这个。还有很多人点的是什么？看到很多人点了。哎呀，在下大概是一样。哇，太傻逼了。这还好。还有这个。啊，这个了。对。阿姨，别哭了。啊？我以为在聊。现在还有鸡蛋，还有炒的白饭。好，那什么？白饭啊？不是，白饭呀。Thank you.
我要原味一个。只需要两个吗？刚好我吃，然后你放两瓶哦。大家好，我是下对的面超美味しいです。16時に焼き上がるみたいなんですけど、16時半に来たんですけど並ばずに食べれて、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これ。